家好，我的名字叫黄班子。我从小就要做一个成功的探险家，现在就是机会了，因为我在厕所里面发现一条蛇。OK， 你看那条蛇还在，再看一下。Yes， 就是那个。爸怎样进来的哦？应该是从那个，从这个洞里面啊，不然就从马桶的洞里面出来啊。哟，这边是锁我，锁起来。哦，他的头出来了。God damn it！ God damn it！ 别动 ！Oh my god！ 他躲在那个扫把后面，扫把后面。在厕所里面躲着，现在在后面。小心啊！别凉了，别凉了。要跟蛇保持距离。喂，怎么它好像要起来了呢？你看，启动了它的防御模式。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，很正常的，它很怕。你看 YouTube 看很多了哈。看 YouTube 看太多了。哎，这是响尾蛇哎。有毒的。对呀。有毒的吗？我觉得应该是有啦，不过，哎呦，我很怕啊，我门要关紧一点。来，小蛇，乖啊，要做我给你看，快进来。哦，哎，你有经验吗？这么好像很危险呢。喂，你小心啊！喂 ，Get down！ 等着，这是，OK。那这是什么蛇啊？哦，小心哦！哎，错了喂，你该倒转了喂。对。好了。哇哦！抓到这条蛇了。Experience the adventure with one。我们要把它放出去，现在。还是我驾车放远一点。OK， 放生这条蛇，到那边去，远远的，因为这条蛇很高。再看最后一眼，母蛇。蛇啊，想找那种黑暗的角落去躲在那个里面，所以、以后你们要上厕所要小心啊，屁股坐着也要看这一点啊。OK， 我们要放蛇了，你要回家了，不要担心，你看它的颈，它的颈都会膨胀的那种的，它的颈会膨胀的，像那个眼镜蛇的。准备好了没有？你就给他自己出来啊！给他自己出来，不然就……跑了！他跑进去啊！拜拜！耶！成功！成功了！探险家之梦又进一步了。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了，拜拜！